嗷叔叔，嗷叔叔，金鸡心，闭上你的山河水，你剑真是金鸡心啊！哦，你剑真，我有一个事情想要来请教你，什么代志？快说，我的时间真宝贵。我希望你能透露一挂禁忌中武林所发生的大事，让我知情。哦，呵呵呵，这是简单的工课，你注意听。武林中最近发生了四件大新闻，两件是我心目就看到，另外两件是我听人讲。哦，什么是你亲闭上你的山下水？静静听我讲就好。好，是。这两件我听人讲的代志都是安尼。第二念的平陵案，在这个宁江北方贾平的目睭，以及苏焕金向万教宣布，要跟你比赛，看什么人胜了较准。比赛的方法就是将你的文武官跟伊红魂录打在公海顶的公平酒之上，让武林中万高的先个关系啊，看你两个人所记载武林十大名人是不是有数五，数五较侪人就要认输，输的人啊哈，骨头收起来，秘密骨坑内面替阮青山做点官仔。哼，苏焕金正面向我挑战，惊你心伤。那两件你亲目所见是好事呢？头一件就是这个丹凤剑尊吴文天被了伊新北剑修峰暗算，用宝剑位后边落一个后背烫金心，心腹重伤。哈？吴文天已经重伤，是的。但是我看是换不了啦，先剑门五代先甲五剑就要杀你，吴文天上得现当，有办法胜过五剑主呢？嗯，那第二件事呢？第二件事嘛，就是昨日我要等于客栈休困的时阵啊，忽然间天昏地暗。闪电霹雳，一只金箭箭，两头的飞船，为我从个顶上甩起来，飞过，哈，九霄替龙旁，你是安怎？那知影这只船叫做九霄替龙旁？我也曾经见过咯。那讲这只船，哎呀，那是来精神病呢，现当你来想看卖啊！这只船很大只很重啦，有办法在空中飞行啊！这真是使我千思不改。日剑真，非常感谢你提供我政治消息。同时，该提一箱银银给日剑真吧。遵命。一箱银对我来讲并无重要。但是人是天，命是光，无钱就无饭啊！所以啊，我勉强跟你收起来。我准备要落山了，是放松，下面放松，我要欠你。昏去，闹山咩？我用剑就好啦，我先求了一醒啊！同志，来，我有事要离开，恁两人夫妇看守不入天。遵命。这真给神了，好，你给我一起，哎呦，对于我的是答应，叫我东哥面前还卖公羊吧。心腹当胸的吴文天
破灭的回告与同海的苦役，我海之的心海。回我了。吴文天、苏天晴，你在北门酒店杀死我两名本人，今天要你枪毙啦！千剑门五剑主为杀吴文天，吴文天命在旦夕落。一线一线星，一线星已经将统领敌情之心放入极迫的体内，并且也将楚将生死之手以及轻骑万里之众接上路。现在一线星用着寒蛇阵步水门棍，来制造半粒极迫的头壳。你到底什么人？因何合作？我乃太学仙子谭无欲。谭无欲，哼！你知影这个吴文天是一个恶行万贯的罪魁吗？伊过去害死了不少正义之士，所以今天非死不可。哈哈哈！哈就算吴文天是不赦，我讲伊不能死，就不能死呢。哦，那照这样看来。你一定是吴文天的动物，你也是一个小鸡毒。什么是小鸡毒？什么是正义之士？难道小鸡毒就没做过正义之士吗？难道正义之士就没惊上小鸡毒吗？